好，感谢老师平日的教导。我们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林口南势国小在928当天利用下课时间安排了三个快闪活动，不但可以唱出对老师的感谢，而且也可以大声说出老师我爱您。林口南势国小在928教师节当日，学童为感谢老师平日的教导，利用下课时间安排三个快闪活动，让老师带领全校想要参加的同学在中庭大榕树下集合，不仅有唱出对老师的感谢，也可以大声说出老师我爱您。学会去注意到身旁每一个爱自己的人，大声的把感谢跟爱说出来。是啊，非常谢谢我们的家长会哈，利用这个机会也致赠给全校的老师一份非常棒的一个礼物，让每一位老师都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家长会长廖伟仲也特别代表全体家长致赠西点，借此对老师们辛勤付出照顾孩子们的用心来表达心中的敬谢心意。看到所有学生这么踊跃，这么对校长还有主任还有各位老师的赞助，代表就是说这些老师他们的教育是成功的，所以非常的，而且对他们非常细心的指导，所以小朋友才会这么热情，所以对我们家长会也是非常高兴，也是非常庆幸的，辅助学校能完成这个教师节的活动。教育之儿成天下英才，南势国小的师生们在教师节当天透过活动提醒大家莫忘教育最根本的初心，也祝福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